热搜又爆了，什么？张馨予结婚，星姐不记得她有公布过恋情呀？早上八点多，张馨予发了条微博宣布结婚，并表示自己嫁人不是因为成家年纪到了，而是因为嫁给他就是嫁给了爱情。这条微博配图 PO 出的几张照片，记录了这对新婚小夫妻的爱情之路。不大的求婚场地，白蜡烛配上白色气球，场面温馨浪漫，求婚成功，一吻定情。在蜡烛光的衬托下，画面很唯美。这枚钻戒已经变吸睛，越过公布恋情的这个步骤，直接晒出结婚证。张馨予果然是个任性的姑娘。这对新婚小夫妻拍了三组婚纱照，第一组张馨予穿着蕾丝镂空长袖短婚纱搭配花苞发型，而一旁的老公穿的则是深蓝色礼服套装内搭白色衬衫，两人牵手捧鲜花，猪嘴微走的是小清新路线。第二组婚纱照，新郎换了军装，张馨予换了一字肩短袖婚纱裙，纯白头纱戴在及腰长卷发上，甜美可人。张馨予的爱狗也穿着小礼服惊艳亮相了。最后一组，张馨予一袭纯白一字肩长袖婚纱裙，盘起了长发。得知张馨予结婚的消息后，韩雪、贾静雯、马可、郑元畅等圈内好友都送上了祝福。徐凯乔的这个祝福直接粉碎了前段时间网友们猜测两人谈过恋爱的传闻。何洁在途中给出了男方的关键信息，跟我同名。随后张馨予回复了老公名字的正确写法。去年一起参加过真人秀节目的姜潮、沙溢和曹新蕊等人也都送上了幸福，这波可以算得上是元老级别的见证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张馨予就是去年跟沙溢还有姜潮他们一起参加骑兵神犬才认识老公何洁的。在节目中，何洁帮张馨予剪掉了他留了五六年的长发。在之后的采访中，何洁毫不吝惜对张馨予的夸赞，言语之间满是欣赏，感觉何教官那个时候就对张馨予有好感了。两人当时在节目中的互动就很频繁了。张馨予刚剪掉长发很低落，何洁赶紧来宿舍问战友们他的剪发手艺是不是很好，夸张馨予漂亮让他心情好点。哄完漂亮再是第二招，教张馨予唱军歌，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这歌名也是透露出小心思了呢。姜潮，你不如考虑婚礼上改唱这首歌吧。录制期间，张馨予身体出现不适，何洁还陪着他去了趟医院看医生。两人的军装情况照，眼神简直不老太有爱了。言情小说骨灰级读者网友已经把两人的爱情自动带入到小说中的剧情了。甜都除了上过和张馨予的定情真人秀以外，何洁还在极限挑战节目中露过脸，是素人智囊团的一员，也上过一站到底，也算是观众比较眼熟的素人了。日常生活中的何洁颜值身材都不输明星艺人，穿衣显瘦，穿衣有肉。其实对于张馨予和何洁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并不意外，只是没想到两人这么快就结婚罢了。早在三月中旬的时候，有网友在何洁微博评论问他是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他回复说有。紧接着三月二十八日张馨予生日，当天发了条微博暗戳戳的秀了波恩爱，蛋糕都是新型的呢。当时粉丝们就隐约感觉到张馨予恋爱了。四月份的时候，就有网友指出觉得途中拖住张馨予下巴的手是何洁的手。今天一群吃瓜群众已经赶往去这位预言家的评论底下打卡了。五月底的时候，张馨予晒了两张和男人的牵手照，文字的感觉吗？就是热恋中小女生忍不住秀恩爱的幸福感。火眼金睛的网友秒认出这就是何洁的手，所以其实在五月底两人的恋情就被网友们盖章认定了。还有网友扒出何洁微博也 PO 过同一个地方的照片，后来还有网友偶遇过两人一起出游。之前何洁因为越来越多网友找出他和张馨予恋情的证据，应该是想低调恋爱吧，所以上个月何洁把有提到张馨予的微博都清空了。看来两人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交往的。今天公布婚讯后，张馨予经纪人透露，张馨予和何洁是从今年一月底开始恋爱的，从确定关系到求婚猜到扯证准备婚礼才不过大半年的时间，这对新婚夫妻爱的确实很热烈。这边刚祝福完张馨予新婚快乐，那头徐佳莹也在今天公布了婚讯，她和大她11岁的导演比尔贾结婚了。此前在金曲奖颁奖礼上，徐佳莹的歌后奖时曾激动拥吻老公比尔贾，祝福拉拉
嫁给爱情是女孩的最好归宿。恭喜张馨予等到了爱她惜她的何洁，徐佳莹遇到了懂得支持她的比尔贾，都一直幸福下去吧。